好了，你这题画图看看。要切一半，切三分之一掉，三分之一拿来画图就好了。因为他画完之后不要用画图的方式做，画图只是帮你读懂题目。好了吗？很闷哦。哎，你有时间在那边聊，我要继续叫你发写的，奇怪都不敢问自己手。没风。画图啦，这里画图。大概三分之一的三卷子三分之一的地方切开，让你画图。你不画图，你不把那个画面想出来，你这题读不懂意思啦，不会骗你啦。甲乙两地相距1800，安安跟多多同时由甲地出发，一起出发。啊，一个呢每分钟走105公尺，另一个呢每分钟走75，所以一个快一个慢。当快的到了乙地之后，马上折返回来，走回来，啊，走回来呢就会怎样？就会跟另外一个怎样相遇了？那你跟我讲，你把他们走过的路画出来给我看，我会不会画？你在看，你都没在看，这哪叫同时由甲地出发呢？甲地到乙地1800，甲地到乙地1800，两个同时从甲地出发，来，给你看画面，真的有这两个人，一个多多，一个安安，来看了，两个人在这里，两个人在这里啦，安安走得快，所以注意看了，他们两个同时走，同时走，安安走得快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他到了乙地之后呢，就返回来啊，啊，所以会怎样？相遇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所以你有来画出来。安安走的路画出来。再来，多多走的路画出来。好，相遇碰头了。好了没？看懂了没啦？你刚刚有想出这个画面的举手。一个一个摇，两个，三个而已哦。手放下来了。连读题目都读不懂，怎么做啊？然后你知道中国大陆他们已经把英文的高大考已经拿掉了。因为英文那个东西是长时间要学的，甚至你出社会都要继续学的东西。他们大学联考已经把国语、把英文拿掉了。你中文是你平常接触最多的人啊，你连话都听不懂了，你在自己的国家就找不到工作了嘞，要交代事情你都听不懂。好了没？好了没啦？啊，那我要请问你了，文心。他走这么多是累积什么东西？完了，不会。人家已经马上讲出来了呢。这么多就是什么东西累积出来的？这里嘛，每分钟走的嘛，会不会了？所以它是很多个什么？一分钟105公尺，一分钟105公尺，一分钟
一直累积出来的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啊，乙呢？乙是怎么来的？七十五一直累积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那我请问你，你的格子几个？我的格子几个？你的格子跟我的格子谁比较多？乱讲！乱讲什么一什么安安比较多？你的格子，你几格？你几格？我几格？谁的格子比较多？因为他们是一起出发啊，所以你走一分钟，我也一分钟，你画一格，我也画一格。你走两分钟，我也走两分钟，你画两格，我画两格啊，会不会了？只是你的格子大，我的格子小。有没有在听啊？有没有在听？有没有在听？什么东西一样？格子，格子懂不懂？懂哈？所以注意听哦，注意看喽，注意看喽。那你跟我讲，注意看了，注意看了。我只要再讲一个东西，你就马上会喽。我再讲一个东西，你马上会喽。注意看喽，注意看喽。我把这整条绳子，注意看喽，从这里压着，我把这里压着，然后这里捏着，开始转转转转转，转来这边把它拉直，再把它拉回去，弯回去，拉直。那请问你的这整条路多少？乱讲。多少？哎，这一条就是这一条呢，就是这一条呢。我只是把它拉过来摆平而已，摆直而已啊。所以这里总共多少？3600。那我问你了，这跟刚刚题目有没有一样？我走过来了，你走过来了，走过来了，你走过来了，走完了。啊，所以又来了，又是什么？一起走完全部的路啊。所以这里。105加75，所以等于180，而且是分分之。这里嘞，3600。啊，所以几分钟？20，所以等于20分钟，算完收工。所以他们20分钟相遇，懂了吗？就一个观念转，拉过来，拉直，拉直，拉直就好了。弯的地方拉直，这样就好了。不用了，就画刚刚那样子就好了。我只要你画出他走过的路就好了。啊，糟糕，还没做完就擦。好了吗？好了没？啊，那我请问你了，啊，他们相遇的地方离甲多远了？问谁比较准？问安安比较准，还是问多多比较远？哎，离甲多远了？离甲多远了？问安安哦，问安安他走的路哦。前面多多啊。问谁？问多多才对啊，因为多多是，你看嘛，多多走多少就是离甲多远啊。可是安安已经走到头又弯回来了呢，懂不懂了？所以问谁才对？多多啦，所以来画三角形，写上去多，多多是多少？75。对，走20分钟，对，所以乘出来等于走多少？1500，所以圈起来，收工。要修两题呢。来翻，读懂题目。好，一边看题目，两只手就开始演演看。甲乙两个人，左手右手拿出来当甲乙两个人，同时。同时是什么意思？你在走，我也在走，你停下来，我也停下来哦。然后呢，两地把它分开，然后呢，相向来开始走。所以在做什么事情？
对，所以又是离开变相遇，所以画三角形写上去，离开相遇，我们偷懒好不好？我们写相遇就好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来画三角形写上去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相遇。好，他们两个要相遇，他们两个要相遇，他们两个要相遇，会不会？他们两个要修都宾啊，要相遇，会哈？那相遇要做什么事情？他说一起走完全部的路，所以这里咧啊？啊，所以咧每小时就被他们走完，然后几小时？啊，所以咧所以整条路多少？你们来，所以多少会了哈？108公里，收工。来，有没有发现位置还好大好大好大？有没有？因为我要给你画图，对。来，脚画九个。来，七公里，画九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来，那我问你，脚走七，脚走九小时，对不对？九个七公里，对不对？那乙嘞？乙嘞？九个五公里，画出来，9个5公里。5、5、5、5、5、5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会不会了？那问你来，全部的路多远？这样会了吗？那全部的路多远？怎么算？怎么算？可是我会啊，这边是97、63，这边是95、45啊，所以就走完全部的路啦。更太慢啦，我直接这样怎么做？因为。我问你，为什么这边九个，这边也九个？哎、啊，为什么你走向？你们还是没有把题目搞懂哎、欸？为什么这边我画九个，这边也画九个？为什么这边不画六个，不画三个？不要跟我看，不要跟我讲这里，你要跟我讲题目的哪里？啊，九小时，有啊，我画他九个啊。他有画九个啊，那他为什么不能画三个，不能画五个？里面有两个字很重要，同时，所以你在走，我也在走了，懂不懂？什么叫同时？就是你在走，我也在走，你停下来，我也，懂不懂？懂哈？所以你走九小时画九个，我也走九小时画九个、啊，那再来，那整条路多远？你要分开算吗？可不可以分开算？可不可以分开算？可以啊，九七，这边63啊，再来95，45啊，加起来也是一样啊，108，会不会了？啊，我们更快一点，就直接7+5，7+5，7+5，7+5，7+5，懂不懂？懂不懂？因为同时嘛，所以你有九个，我也有九个嘛，会不会了？会不会了？会了哈，好，画图这样子就好了。好，这题收工。下一题，来看题目，一共上啊，东西两个地方相距78公里，想象画面，你就想成台中跟草屯就好了，78公里啦。啊，再来甲乙，就是你想成是你爸爸、你妈妈嘛，哎、啊，各自从两个地方，所以妈妈从台中回来，爸爸要去台中，有没有在看啦、啊？会不会？来，两地圈起来，表示他们一开始是什么情况？分开离开的，所以想去等于离开。两地就是一开始是离开，写上去。两地就是指他们一开始是分开离开的，好了没？来，相向圈起来。
相向的结果会怎么样？后面有讲啊，会怎样？相遇，把相遇圈起来，是把相向跟相遇两个字连起来，这两个字会相向就会相遇，相遇就是要相向这样子走啦，懂不懂？懂不懂啦？懂后，好，几天？六天，好，好，来画三角形。三角形里面写上去相遇，好，把要做的事情写上去相遇，好，啊，相遇就是做什么事情，一起走完，所以一起就是把你怎么走，再加上我怎么走嘛，所以加上问号，乙每天怎么走，所以这里单位是天分，每天走的嘛。千分之公里，好，写上几天？六天啊，走完多少？78公里啊，所以恭喜你啦，六天走七十八，所以他们一天要一起走完多少，完成多少？十三，所以恭喜你，这里算完要等于，就要等于13，对不对？那表示他不就是5手工，每天走5公里。难哦，难哦，很难吗？不难，对不对？你们发现位置还很大。画图，来，8公里画8个，画6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啊，另外的是不知道，所以就打问号。问号有几个？几个？6个。好，那全部走完多少？乱讲。78。多少？78。好了吗？好了没？那再来嘞。把这两个配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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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刚好几组？6组啊，6组呢？78分成6等份，所以等于13，所以每一个多少？8加问号啊，8加5啊，8加5都13，8加5都13了，所以不是找出来了？会不会了？会哈。好，所以一起走完全部的路会不会？确定？重点一完了耶。来，再来，换下一个。有没有要、欸、是不是要写重点？背向啊，什么叫背向？背那边嘛，所以什么叫背向？我背对着你，你也背对着我，所以是离开。对，他们是要离开、啊、所以刚刚是这样子走，现在变成这样子走、啊、不管是这样子走还是这样子走，对啊，全部的路还是他们两个一起走的、啊、懂不懂？所以写上去相遇离开，相遇变离开。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叫一开始是相遇，后来变离开，等于一起走完全部的路。所以前面两页我们在学什么？相遇离开，现在在学离开啊，讲错了，刚刚是离开变相遇，现在要学相遇变离开、哎、可是还是一样，一起走完全部的路，一起圈起来等于速度和，对，速度和。这
到底会不会啦？所以我刚刚前一页多讲一个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前面那个我们要把那个相遇离开除掉才对，对不对？刚刚只是学离开变相遇嘛，现在学相遇变离开，会后好。再来，再来，第三，看题目。甲乙两个人，两只手拿出来演。甲乙，甲乙，两条腿，两条腿，来，同时。好，我要动了，你也要动喽，两个一起哦。我停，我停，你也要停。我开始动，你也要开始动，同时。然后呢，相背，相背哦，同时在同地，所以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。是同地了，那、啊、这样子叫，这样两地，这样子叫同个地方，这样子是两个地方，这样子是同地两地，好同地，好同地，然后呢？然后怎么走？相背，所以你往这边，我往这边啊，懂不懂？所以你要往这边，我要往这边，会不会了？然后呢？假每天走，速度，你每天走，速度。你走十公里，我走十，你走十五，我走十三。好，我画图给你看。好，你走十五，我嘞，我乱讲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那为什么他画一个，他还画一个？同时啦，对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再画一个，你也要再画一个，因为同时，你再走，我也在走，会不会了？那几天之后？几天之后就会离，几天之后你画几个我就画几个，几天之后就会有多远？100公里。啊，你知道几天吗？几天？我问你一天离多远啊？一天就离多远了啦，一天是离28了，再过一天咧，再一天咧，这样离多远了？56了嘛，再一天咧，啊，所以咧，你这样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一直下去，会不会到140？会。啊，所以咧，对，啊，所以只要几天？五天收工，很难哦。因为140是他们两个人走出来的啦。对，要画图哦。起来，他们一起啦！你看，你28是你有出力气，我有出力气，懂不懂？懂吼？再来，好了吗？所以相遇离开，离开相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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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起跟我一起比，相遇，离开，离开，相遇，快一点哦，相遇离开，离开相遇，相遇离开，离开相遇，路谁走的？相遇离开这段路谁走的？因为你走这边，我走这边，所以一起走完的，懂不懂？那离开变相遇呢？也是一起走完全部的路，所以一起扣一口气背完了。相遇离开这个相遇，一起走完全部路。离开相遇，相遇离开，相遇离开，离开相遇，相遇离开，相遇。什么时候一起走完全部的路？会了吗？会了哈，好。再看下一题，第几？班立二，来，
读题目，讲每小时。每小时八公里，八公里每小时。还没人急什么啦？你每小讲每小时，讲每小时。你做题目要有印象，你这样子才不用重复看重复看。你去考试没有时间让你重复看，所以看完题目要有印象，印象要深刻一点。讲每小时走，你每小时走，讲每小时走，你每小时走，谁比较快？甲，两人相隔多远？离多远？离多远？那请问你了，那现在是相背而走，哎，相背，哎，那多久之后两个人会离多远？画图。一开始有在一起吗？离多远？离多远？好，画上去。一开始离这样子，他们怎么走？怎么走？啊，背对走，你会画吗？你往这边，我往这边。你在走，我也在走，一直走下去，一直走下去，最后离多远？离多远？来画图。擦掉重，哇，奇怪，我那么丑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好聪明哦，你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我请问你了，144公里都是靠他们两个走出来的吗？哪里不是？这里不是，这里不是，这里不是他们走的，他们一开始就离开的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一段不是靠他们两个人走的哦，所以一定要先把他们两个，对，先把这里先扣掉，其他才是靠两个自己走的，对不对？是一二，对，好，那一二才是他们两个走的哦，懂不懂？那我问你了，再来，一二是他们两个走了，那是不是你走一个我也走？那所以嘞？再来嘞？为什么？哎，我在做哪一题？啊，我已经。哎。哎，对。这里对不对？那再来嘞。再来，那问几小时之后会离多远啊？所以问号在哪里？那再来嘞，这谁走的？这谁走的啦？啊，两个一起，所以两个人都在走，两个人都出力气，所以要怎么办？速度和嘛，所以，对嘛，你走一个八，我就一个六，你一个八，我就一个六啊，慢慢走出来的。所以呢，这里总共14十分之。公里啊，所以恭喜你了，几小时？八。一二除以14，所以等于八。对，算完，收工。懂题目就很简单哦。所以以后你不用想太多，你以后只要看到相遇离开，离开相遇，就赶快把速度，两个速度。加起来，对，只要看到相遇离开，离开相遇，就是一起走完全部的路，你就要赶快把两个速度加起来，两个速度加起来，懂不懂？因为你有在走，我也在走，懂不懂？好，哪里了？再来就是14，然后，好，这题讲完就要写功课了。哎。读题目，甲每小时22公里，每小时22公里。好，闭一下眼睛，闭一下眼睛，把它背起来，花个两秒钟把它背起来。甲每小时22公里，好，睁开眼睛，乙每小时16公里，
闭着眼睛再多背几次，花个两秒多背几次，每小时十六公里。好，睁开。两个人从有两个村庄，两个村庄哎、欸，两个村庄哎、欸，对，他们一开始都分开了哦。再来，同时相背啊，本来已经分开了，然后又相背走，那当然会越离越走越远啦、啊，懂不懂啊？那请问你了，请问你了，那两个村庄离多远哈？那四个小时之后会离多远？嗯，这里要怎么办？他们相背嘛，我不管你有没有在一起还是没有在一起，反正你走这边，我走这边，全部的路一定是我们两个人在走的，懂不懂？所以一定是这里，一定是速度和，记起来叫速度和，懂不懂？你走这边，我走这边，所以全部的路，全部的路一定是你有出力气，我有出力气，懂不懂？所以这里要用速度和，所以等于二十二加十六，对，所以每小时会离转心，每小时会离开，会离越远，会离开三十八公里，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哎，再来呢？走几小时？四小时，所以光他们走的就离多远了？三十八乘以四，所以等于一五二公里，还没有完哦。加十八。为什么要加十八？因为他们两个已经离了是吧？对，你要加上那个不是他们两个人走出来的啊，本来就分开的啊，懂了吗？懂哈，写上。来画图，离多远？十八，写上。一个走二十二，甲走二十二，乙走十六。好，你一小时我一小时，你二十二我十六，再一小时。他。好，两小时了，再一小时。他走二十二，他走十六，再一小时。他走十六，会不会了？那、啊、请问你，那这里总共多远？四小时到了，总共离多远？会不会算了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好，那二十二加十六，二十二加十六是三十八，所以他加他三十八，他加他也，总共三十八几个？四个，你走四小时，我走四小时吗？一起走四小时嘛，会不会了？然后再最后再加上什么？会不会了？会了，好，写上。完了。